不要冒险，立刻待在原地。攻击，保持攻击。好，宇宙客运高铁遭到不明机甲袭击。 立即停运全部宇宙高铁。是。怎么样？啊？嗯。相当不错。要我说。 简直是太酷了，梅玲，你就是画画的天才。婷婷，把图纸传过来，我要把红剑打造成最帅的、最帅的哪吒。啊！可恶！交给我！ 升级后的强力波，再吃我一棒！气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好强大的能量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做的？ 编码完成，小雨，该你这个机械大师上场了。收到。大副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这边出现了一个防御能力很强、毫无漏网的超级机甲，正在袭击乘客。啊！不好，快点！大副正在拖延时间。 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声东击西？不管怎样，先保护乘客。谢谢。
战队特战队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那里储存着超级能源抽取设备。头，我们中计了，他们的目标是超级能源。大副，他们果然有阴谋，工业区的能量供给点遭到攻击。大副，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。大副，护甲芳芳，护甲芳芳，芳芳在吗？怎么办？尽快完成红箭的升级。地球上的矿产球包含了地球资源，甚至水体、土壤。它不仅是种强力的能源，或许还保证了地球上其他能源的成分平衡。其实，地球资源从遥远过去就一直存在于各种能源中。我猜想，人类之所以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能源，都是因为地球之源的存在。不行，我们不当逃兵，我们的抵抗完全无效，只会增加伤亡。现在只能相信这个大块头的孙悟空了。全体进入避难舱。糟糕！孙大圣，加油！干得漂亮！量子生命体，我想应该称你为掠夺才更准确吧。立刻调查，我要知道他们把超级能源藏到哪里去了。是。与之前地上检测的核弹的能源成分相同，这种超级能源有90%的可能来自于地下世界。果然如此，地球真是个美丽的地方。马上给我把前往地下世界的入口找出来。是。惊雷呼叫星空。第32634次应答超时，继续呼叫。是。组长，我们已经几天没合眼了，我想星空他不会。星空，
你不会再回来了是吗？是时候放弃了。大家停、星空，是星空，他回话了。星空，你的身体，你应该知道，因为来自外天空的量子生命体不断的侵蚀，果然是他，侵蚀速度很快，现在的我大脑只剩一点意识。原来星空还有杀手锏，可是 AI 超脑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总算是有办法了。不可以，星空，你听我说。波波，我该走了。星空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星空，一切正常，去地球资源储存区看看。工作还是地上世界的任务更有趣些。喂，这才是几千年来我们动车人一直在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难怪老人们都说你是个另类呢。几千年了，这就是我们动车人的宿命。校方长官，请讲。官方，地上废弃的监测点发现无人机踪迹，我怀疑会对我们不利，你马上去看看情况。是，马上出发。监测点，上次敌人抢夺的那个，那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？就是那个。奇怪，那里没有地球支援了。不太对劲，我陪你去。嗯。
小心点。喂，他们怎么不追了？看来他们有其他的任务要做。去看看。戴墨，他们的机动能力好像变强了。再来，休想！哪里跑？大夫，你要恋战，先去监测点看看，这里交给我。好。这群倒霉的苍蝇！这群家伙！冷静，大夫。这样下去不行，问问跳跳，他一定有办法。能量系统正常，开始安装护甲。哎，慢点慢点。放心，我可不会弄上红箭的。跳跳，我们被一群讨厌的无人机缠住了。你在哪里？怎么回事？在一个废弃的监测点附近，无人机的机动能力变得很强。萧云、雷雷、这里先交给你们了。收到。大副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？天知道他们要干嘛，可是监测点那里一定有大事发生，要先摆脱这些苍蝇才行。冷静下来，我来看看。速度是之前的三倍，袭扰战术有了。大副，大副，听我说。好，好，好样的，太阳，就这样一对半。快放，停止追击。啊！看我的！好办法！来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无人机的闪避能力除了性能的支撑外，它的系统也必须将闪避设定成最优先的选择。所以这群苍蝇发现一点点的东西，我会立刻做出闪避动作，对不对？强力波！可怕，太可怕了！我这样可爱的女孩子怎么会参加如此残酷的战斗呢？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戏？专心安装，出了错可饶不了你。不好，跳跳，快跳！干得好，大夫！一群讨厌的苍蝇！来了，这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大夫，很不对劲。如果不是谋划什么极大的阴谋，敌人不会派出如此重兵。躲掉，什么兵来将挡了？上！